赵佳老师，我非常的爱你，真的。如果我有来生，我变个女孩子，我一个一定嫁给你。赵佳老师他说的每一句话虽然有时候很犀利，但是在字里行间非常的有道理，我非常的赞同他的观点。我发自内心的对你表示感激，但遗憾的事情是我的来生已经许配给了我旁边这个人。